Hello, this is the Grand Hotel London. May I help you? I want to talk to Mr. Feng. 25001. Mr. Feng, may I ask your name and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ing? Mr. Feng. Your name and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ing. 是找风腾的，对方是中国人。 难道是珊珊? Hello, I guess this is a call for Mr. Feng, right? Just hand me phone. Yes, it's okay. I'm Mrs. Feng. Mrs. Feng? Yeah. Oh, no. 是 Mr. Feng. A man, not a woman. Hold on, please. Thank you. 喂? 喂，珊珊啊，我是丽叔。啊，是丽叔。所以刚刚那个女的说 ，Mrs. 风是在叫丽叔，风太太。啊，你是找风腾吗？她跟郑琪出去开会了。丽叔为什么说自己是风太太呢？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他昨天晚上倒时差，工作到很晚。你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，我可以转告他。哦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嗯，那个，那我晚点打他手机吧。喂。Thank you. Good evening, Mr. Feng, Mr. Chen. This morning, Mrs. Feng answered a phone call from China for you. It's from a young lady. Mrs. Feng? 李叔啊? 有可能是珊珊吧? 要不你给她回个电话? 她为什么会打我电话来?没事,她肯定睡了。走。 Thank you. 怎么回事？给我打了那么多电话。爷爷刚才突然不舒服，幸好医生赶来了。啊？那爷爷都这么严重了，不能给安排个病房吗？哎呀，医生说了，一定要等门诊的报告全部出来以后才可以办入住手续。还要等门诊报告啊？人都这样了，还等什么门诊报告啊？ 没办法，只能等那个门诊报告，不然他们就要我们转院。啊，想想办法吧。啊，爸，你想想办法吧。怎么办？是该等门诊呢，还是该转院？万一检查还是找不到病因？ 还得再重新做别的检查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转院也不知道应该转去哪家医院，万一连急诊的床位都没有了。我一直知道这个世界生老病死，充满着各种无法预知的事情，但在我这么普通平凡的人生里。 并没有太多机会能够体悟到这种六神无主的慌乱。可是当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，才知道，竟然是这样如此的难受。薛珊珊，为什么你以前可以活得那么天真，那么无忧无虑呢？ 你问他不顶一百个网友。
珊珊。是这样，薛老先生的病情我们经过检查发现，薛老先生的脑部并没有产生这个血栓和这个病变，不过呢他有些状况，我们呢给他做了颈动脉的超声检查，发现薛老先生的颈动脉过于狭窄，也就是说呢输向脑部的血液就减少了，造成脑部的缺血，容易出现失语啊或者手脚麻痹等等现象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因为老先生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所以我们不提倡使用传统的手术，我们是这样建议的啊，是不是可以使用呢颈动脉支架脂肪术，这个呢不像传统的手术那样要开刀，它可以大大的减少中风和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，而且术后的住院时间也很短。医生，您说了这么多，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明白啊？你们不要担心，这都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，你们还算机警，发现的时间不算晚，再拖下去老先生也有中风的危险，我们还是赶快手术吧。对，你们家属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妈叔，既然都知道病因了，那就不要再多想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听医生的。对，该手术就手术。医生啊，谢谢你，麻烦你了啊。对，谢谢，谢谢医生。谢谢。琳达，谢谢。你说这普通病房也太小了，既然都已经挂 VIP 病房了，那为什么大老板不给老先生安排一个 VIP 病房呢？既然决定动手术了，那自然是有病房了。大老板说了，找最好的医生住普通的病房，花钱对大老板来说有什么难的？这安排啊是要用心思的。看来珊珊在大老板心目中的地位非比一般呢。我懂了。说今天早上出去走走的吗？工藤昨晚把下午的会议挪到早上了，准备加快行程了，看能不能早点回去。为什么呀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那就得问你了，风太太。听到有人给你打电话，那我一听那个语气英文就不太好，我是怕公司有什么急事，所以我就接了。公司有事的话不会打到这里来。哦，好吧，我一猜就知道是珊珊，那珊珊英文又不好，前台的人又不会说中文，如果我不自称是风太太的话，
他们肯定不会让我接电话的。那你说他们要鸡同鸭讲到什么时候？他英语再差，他也是个大学生，他会听不懂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我是故意让陈生误会的了？我现在问你，你们通了电话一整晚，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那是因为珊珊跟我说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，而且我想，你们晚上有可能已经通过电话了呀。珊珊给你告状了，你相信了？是前台说的，他们也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告知一下。对，你不是想让他误会，你是看不起他。我看不起他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教他化妆，帮他选衣服，其实是在鄙视他的品味。你让他穿了一些根本就不适合他的衣服，他自己都察觉不出来，只会出糗。你提议来英国，他没有护照，英语不好，你是想让他感觉到他跟我们的生活差异有多大，恰恰这让所有人包括他在内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我。对，他是不配，我一直都不明白，他什么都没有做，凭什么跟你在一起？他没有样貌，没有学历，没有家庭背景，我就是不明白，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跟你在一起？你够了！我不能找女朋友，从来不看这些。你从来都不看这些，那为什么？什么都不在乎，为什么不是我？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，为什么不是我？为什么不是我？为什么不是我？